的天主，我颂扬你，因为你救助了我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今天我们庆祝圣多默宗徒。圣多默他的英文是 Saint Thomas， Thomas， 但是为了辨别他与圣多马斯这个 Aquinas， 就把他的名字翻译为多默。我们在台湾有圣多马斯修院、荣修院，在马尼拉有圣多马斯大学，但是这些的多马斯所指的是那个本笃会的那一位。虽然他是一个圣人，是耶稣的门徒、宗徒其中之一，但是我们在台湾都没有圣多默教堂。据说在香港有一座那个圣多默天主堂，有机会到香港可以去看看。多默虽然他对耶稣基督有一些的疑问，不过到最后他承认对耶稣的信仰。我们也应该学习多默的榜样。我们祈求圣多默为我们祈祷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人在世享平安，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咸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与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在这圣多默宗徒的庆日，求你使我们靠圣宗徒的助佑，在怀疑时能保持信仰，效法他真切认识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并因主的名的圣名而获享永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。弟兄们，你们已不再是外邦人或旅客，而是圣徒的同胞，是天主的家人，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而基督耶稣自己就是这建筑物的脚石，靠着它，整个建筑物
结构紧凑，逐渐扩展，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，并且靠着它，你们也一同被建筑，因着圣神，成为天主的住所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。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。万国啊，请赞美上主，万民啊，请歌颂上主。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。因为上主对我们慈悲无量，他的真诚永世长存。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。阿门。主说多默，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您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十二门徒中有一个成为双胞胎的多默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别的门徒们对他说：“我们看见了主。”但是多默对他们说：“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，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信。”八天以后，耶稣的门徒们又在屋子里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，门户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然后对多默说：“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吧。伸过你的手来，探探我的肋旁，不要做不信的人，而要做有信的人。”多默回答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天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主平安。如果我们已经很久的灵洗，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在当教友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对天主怀疑过？如果是刚灵洗的，这个是我相信，对天主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有很大很大的疑问。天主是三位一体，他又是三又是一，这个是怎么可能的？天主他有能力，他是全能的，他可以救我们。但是我们在生病，我们求了天主，天主的援助的时候也没有来，那我们可能会对天主有这样的一个疑问。其实对天主的这疑问，不只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跟耶稣一起生活的门徒们也是一样。
最经典的就是多默，就是今天我们所庆祝的那个圣人多默。每次我们讲到多默，我们就说多默就是怀疑者或是不信的门徒，他怀疑耶稣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多默的出现也不多，多默出现也不多，他出现了在就是在若望福音的第二十章，就是在哪里而已。耶稣死了，耶稣复活了，耶稣显现给门徒们，就是短短的那 这地方，让我们对多默有心有一个认识。我们说多默就是无信的多默。耶稣显现给门徒，第一次显现给门徒的时候，多默不在场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多默不在场。但是从这个多默不在场的，我们也可以看我们自己，在遇到痛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一个团体，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的支持，我们需要彼此支持。离开了团体，就变成像多默一样，是很大很大的疑问跟随着他。所以团体这个是非常非常 的重要。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有三个幅度，第一个是信仰内容，是我们的教义，信仰生活，我们所谓的伦理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信仰团体。好，多默离开了团体，他回来到团体的时候，这团体就告诉他说，我们看见了主，在团体中团体内我们有天主的灵在。他们就告诉多默，我们看见了主，他复活了，他活着。多默说了什么？除非我可以相信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除非什么？你们看这个，我的手指头弹入他的钉孔，钉孔是在哪里？是他的手。我的手指头弹入他的肋旁，我才相信。他可以相信，但是需要条件，需要证明。过了第八天，过了八天之后，耶稣又显现给门徒们，多默也在场。很奇怪，当多默说话的时候，耶稣也不在场。但是耶稣已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就直接先祝福了他们平安，直接告诉多默，多默伸出你的手指头吧，你伸到这里吧，伸到这里吧，你看看我的手，看看我的手，看看这个的钉孔是在这里。多默他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个也是让我们应该是我们以这个来看多默，而不是前面的他不信的。我们应该从后面的，当耶稣跟多默谈话的时候，多默他就说了非常非常非常深的他对耶稣基督 的信仰。我的主，我的天主，他对耶稣基督承认耶稣是他的主，耶稣是天主。在传统来看的话呢，对多默的描述不只是在这里，这个是传统，不是在圣经里面。他们说当耶稣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，多默不在场。他回来了以后，他就问妈妈在哪里，他说母亲已经被接升天了，说那个圣母过世了，所以圣母过世了，他不在场，他就问妈妈在哪里，妈妈被埋葬了。他说我不相信，除非我看到了他的尸体，我才相信母亲过世了。他们去挖这个圣母 的坟墓，挖了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圣母的坟墓是空的。这个是那个另外一个，这个不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，是一个传统。好，从这个传统我们看多默说那个耶稣升天之后呢，门徒们就被派遣到不同的地方去。以后呢，多默是被派遣到印度，他一听到了说他要到印度，他就害怕起来，我是犹太人，我要去印度，我应该是会怎么办？他很害怕，他不想去印度。但是在晚上
耶稣显现给他，告诉他：“你去，我会跟你在一起，我会陪伴着你。”多么再一次的表明他的信仰，只要你派遣我往哪里走，我就往哪里走。他就到了印度，那印度的应该是印度的南方，在 Kerala， 在那个 Kerala 的那个首都的那个城内，他就在那边去传教，以后呢在那边过世。他们说他的尸体就被埋葬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后来就把他的尸体拿起来以后呢移到 Odessa， 也是在印度。他是印度的宗徒，他来到印度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对天主可能是有大大小小的对天主有一些的怀疑。我们看多么，虽然他有怀疑，但是到最后他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主，不只是用口头对耶稣基督表明他的信仰，到最后他以他的生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去服传到印度，到最后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奉献为了耶稣基督，为了做见证。我们可能对天主有大大小小的怀疑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要学习多么，可能是以我们的口头为耶稣、为天主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但是更是应该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
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Thank you.